林嘉欣呢日出席由老公袁剑豪执导嘅电影《死因冇可疑》开镜礼，难得夫妻档一齐拍戏，导演老公唔单止冇优待嘉欣啊，仲整个又老土又邋遢嘅造型俾佢啊！冇啊，佢系一视同仁嘅，咁我觉得佢对我系反而比较苛刻啲嘅，因为熟啊嘛，可以捽我嘛咁啊。严格啲咯。严格啲咯，系咯系咯，系啊，呢个造型真系可以行街市好隐形嘅，我相信都冇乜几个人可以认得出我，因为其实我除咗啲眼镜，我有。眼又有啲眼實啊，又腳又跛啊，咁所以係咯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造型都幾特別，我都未試過，咁我都好多謝導演好細心安排，將我老婆整得好好靚。不過兩公婆都忙緊拍戲，咁咪冇時間陪兩個女女咯。會少啲，但係都盡量翻屋企食飯啦。即係如果唔係拍緊，就盡量翻屋企食飯陪佢哋咯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不過啲女都開始大個，都知道即係拍電影會比較緊湊啲嘅時間。咁我都應承佢哋，即係聖誕會同佢一齊去玩咯嚇。